背着一包从往前窜，就这样蹦，连续的，这叫嘚瑟。敢要会吃饭了，这是简单版的，还有升级版的。耶，出彩，展翅高飞。还挺沉，热乎着呢。哎呦，到了！哎呦，到了！先把这菜保护好。这儿。这声音来了。姜老师啊，嗯，您这是忙什么呢？这不是我这赶紧和点这个月饼皮儿吗？您说咱们要在家里做月饼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儿啊，但是在我这面前我跟您说吧，这都算小事儿。哟呵，这地儿太小了，要不然的话我跟您说，我做这月饼小说也得1.5米那么大。1.5米多大呢？就是比我稍微矮一点点。这么大月饼啊。您来了，两位大师，郝大厨，著名的川菜大厨，江波老师，著名的传承人。我呢今天给大家带了点葡萄、石榴、柚子。跟您说，都是我爱吃的。不但我爱吃啊，而且这些都有吉祥寓意。哦，吉祥寓意。嗯，柚子是什么寓意？柚子啊，在家里头不是独生子女，最小的孩子。我跟您说，这个柚子啊，咱又叫什么呀？叫游子，形容这什么呀？在外啊漂泊了，回到家之后，这个游子。还有一个寓意就是什么呢？保佑孩子，柚子保佑孩子，是因为您给把这柚子抱出来了，所以有保佑之意。哎，今天我们要带上我们做的这个菜和我们做的月饼，去一个老艺术家的家里。哟，那是哪位老艺术家呢？胡松华老先生唱的《十五的月亮》，家喻户晓。是。现在他老伴儿呢，身体不大好。为了向我们国家的老艺术家们表达一份我们回家吃饭的敬意和温暖，所以请来了两位啊。我这个来1.5米的大月饼，1.5米的大月饼。1斤的面，4两的油，5两的水，1两的糖，和好了，咱们醒在一边。咱这第二步啊，咱们活个酥心儿。这是什么呀？那是酥子。今儿您做的是酥子月饼。不但是酥子月饼，我跟您说了，小雅老师，您走遍全国会做这种月饼的，就剩我一人了。头一份。从明天开始，会做这种的就仨了，我俩也会了。还有电视机前的。再从明天开始，电视机前的千千万万的观众都会了。哎呀，这个话有点说得太早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面粉。面粉，因为咱们今天使的是植物油。要想这月饼吃起来特别特别松软，酥心少不了。油热了。油热了。油热不行，还没冒烟呢。现在的油好，不用冒烟。我跟您说啊，这个油温要高一些，把这个烧热了之后呢，放在里面，能保持月饼的酥化口感。对于二位老人来说，便于消化吸收。这酥心呢是6两的面粉啊，是3两的油。您看见没有啊？酥皮儿是这么来的啊，这合适了。这是1斤的酥子，这糖1:1，20克的盐。若想甜，加点盐。咱们再把这个熟面粉放在里边，桂花少不了，来一点黄油。小雅老师，我不知道您家有没有那个什么鸡粉舞呢？
有，给我少来一点。纠正一下，以后说到鸡粉的时候，都请说太太乐鸡精。好嘞，您给我来一小勺就够了。您看这个姜老师这手法哈，月饼经常做吧？姜老师加早点就是月饼。对，早点吃月饼，中午自了红，晚上自了白。这个程序就要开酥了，案板上少放面薄，把咱们醒好的这个面，咱把它夹在这里边，这就有酥层了。这一合，你看见没有？把它捏上，咱们这个时候呢，要把它擀开了，从中间向四周擀开。这时候咱们开始折了，它才有层次。您看啊，这是一层，打过来，这又是一层，咱们把它要擀开了，这回。就是把这两种面粉和在一起，和在一起。待会儿 这是不是就是通常说的冰皮啊？不是，这个咱们说的叫翻毛。它为什么翻毛啊？待会儿得让这个皮和咱们这个酥啊起来，吃起来特别的柔软，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翻毛。这边这条就好了，咱们再举那条。哇哦，两卷儿。两卷儿，咱们给它搓条。下劲儿，咱们就这个就可以月饼皮儿，咱们就算做好了。咱们就把它下剂子。月饼也要下剂子是吧？对。这个您看见没有啊？咱把这个馅儿。这个我们四川人擅长，我们四川人的一个强项就是包汤圆儿。您看没有这大小一致？这就是汤圆心子。对，这个呢，这一个呢大概15克。一个15克，搁在这儿，这时候就用得上咱们这个。小罐用上了，来一推，这个您看没有？一拉，这皮儿就好了。拿起来放在手里头，这叫攒桃，攒好了这桃了，这叫摘桃。咱们磕模子吧。今天我带了一个咱们这个传统的月饼模子，是一个老模子复制的寿喜福三星高照。这少来一点面薄，咱先磕一个这寿字儿，这个放在这寿字正当间，大小得正合适。你看，这就是技术，这馅皮儿合适合适。哎，接下来你得听声儿，左边一下，右边这一下，这个您看没有？往这一磕，咱这一个月饼就算做好了。哇，来来来，寿字儿送给胡松华老师和张曼如老师啊。好，先搁在这儿。就是锅一热就可以把月饼放在里头烙。对，这个里边有个讲究，花纹朝下。哎呦，那不行，把那字儿给烙没了怎么办？这一上色儿，这字儿就有了。我还担心呢。这锅呢也够厚度，所以您看这字儿，好清晰呀、有一点上色儿的感觉啊，更好看。对，行了，咱可以盛月饼了。对，切了。一般切月饼是怎么切啊？家里有几口人？要比这口人多出一块来，表示连年有余之意。此刻我们回家吃饭的厨房有三口人，那么我们要多出一口人来，四块。皮酥的声音都能听到。我就不客气了，您来。那我也不客气了，您来。我先说吧，就这个馅儿啊，真的太这个什么，就是它的香味儿啊，包括它的口感，真的超棒。就它那个香啊，是渗透在口腔的每一个位置。外边这个油皮是非常酥脆的。然后到里边这个馅心儿，它尤其这酥子在嚼到口里边那个爆开的那一瞬间，哎，那个香味儿更浓郁。太好吃了。待会儿我都给做了。尊敬的胡松华老师，您稍微耐心的等候，一会儿月饼就到了。那个小丫头到哪儿了？做两道菜，一道是芽菜碎米鸡。
您看我这鸡肉给它切的都筷子头大小的这个料酒和胡椒，然后在这上浆的时候啊，咱加上蚝油，既有颜色又有味道，加入适量的淀粉，倒油，那么多呀？您看，大概烧到一个四成热的状态，下入这个鸡肉，迅速的把它划散，笋、香菇，咱把它打散，让它达到一个六成熟的状态就可以了，直接沥油。就那个油其实是没多少的，嗯，锅里边咱再来一点底油，那这个芽菜一定是经过一个煸炒，哎，我特别爱吃芽菜，简单的煸炒之后，嗯，蒜末、姜末，哎，这会儿您把这个鸡肉下锅，好，这会儿就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，嗯，难怪要彩椒，得上点颜色，上点颜色，好好看。起锅之前，咱来点葱花。哎呦，好香！嘿，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下饭菜，太好吃了。哇哦！我是作为两位老师的，所以我要做两道菜。嗯，还有一道是鱼香碎米虾。您看，我选定这俩食材怎么样？龙凤呈祥啊！一个鸡肉，一个虾肉。对呀、啊。嗯，那您借您这话啊，龙凤呈祥。你看我这虾呀，非常好的这个海虾，少来一点胡椒，咱一定要加点白糖，能让这个虾的鲜味更充裕。嗯，加入鸡蛋清，充分的把它搅打均匀。这会儿再加盐，嘿，您要是先加了盐，它就很难包裹均匀了。明白，先加糖、哎、让虾仁脆，然后再加盐。加上盐，嗯，来点淀粉，咱逐步的下入这个虾肉。这个虾在里面微微一变色、哦、发红了，哎，这个虾就可以了，直接沥出来。哇、哦、哎，在旁边您把这个油给它控净，同样底油不要多，一点点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哎，放上适量的泡椒，这泡椒啊您一定是小火慢煸。哎，我觉得您今天啊特别的克制，嗯，想着两位老人可能吃辣不是那么厉害。对，这会儿火千万不能过急，哦，一定是小火慢煸。您看它这个红色素自然的渗透出来之后，红色虾下锅，配料下锅，来翻炒均匀之后，这会儿就需要一个调味了。它这糖醋比例非常重要，您看好这个糖，哇，那么多，一勺，二三勺糖，因为醋在加热过程当中它会挥发。糖醋的比例咱就1:1，一小勺的太太乐鸡精，然后起锅之前哦还要加水淀粉啊，一定要用一些水淀粉把这个芡汁收浓，这小葱您给它放进来，这会儿咱给它翻炒均匀，关火，您这道下饭的鱼香碎米虾咱就起锅了。嘿，美食有鲜味，生活更有味，太太的调味品喊你回家吃饭、嗯，尊敬的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尊敬的全国人民热爱的艺术家，我给您送饭来了。这边，这边请，这屋啊，这边请，来，亲爱的张老师，哎呀，您精神真好，见过您的这个舞蹈特别棒，老了也很精神，我要像您这岁数能像您这样，哎呀，那就太好了。谢谢谢谢。哎，那出院以来啊，一听说你来这。精神倍增，这几天就欢迎，瞧瞧，
张老师这手特别有劲儿呢，握着我的手。我知道您是四川人是吧？在四川待了十年，那算是我半个老乡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特地请大厨啊，给您做了个川菜。谢谢。哎呀，我就喜欢吃川菜。好嘞，您尝尝啊。特别感动，特别感动。这个今天是必须要拿出来的。月饼，月饼。月饼，您一定要尝尝。这是北京叫自来白。自来白。啊，这是自来白。您尝尝。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月饼啊，这是月饼，您先尝尝月饼。然后呢，我们这里还有川菜，改良川菜，没有那么辣。这是我们做的这个川菜啊。您给包上这个菜一点点，尝尝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。健康的东西。啊，对，给张老师来一点点尝尝。你不要再吃点。我不吃了。我们刚才在那儿已经吃了一顿了。我觉得您两位啊，特别有那种神仙眷侣的感觉。胡老师呢是歌唱，然后张老师呢是舞蹈，这种搭配啊，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缘分。美好啊，一种特别美好的缘分啊！你俩把这个工作和生活都能叠在一起，那您在家里会他唱歌您舞蹈吗？比如我有什么一个新的舞蹈，我会跳给他看，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他就会说出他的理由，哪点不太好，哪点我觉得那样就好。所以我就讲，我们俩这么几十年。不是你亲我爱呀，什么这种，更多的是在事业上，老在那儿探讨下一阶段该怎么做，所以就有时候就探讨的我们俩自己也不知道疲劳。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，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。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来了啊，这么几十年的相濡以沫当中，谁做饭呀？我们俩都不做。这回答太好了。这都不做，因为这神回复啊，食堂见。哦，食堂见。那在团里食堂见。因为我独唱。到民族地区是老百姓做什么吃什么。对。对于一对艺术家夫妇来说啊，可以问音乐啊、舞蹈啊。一问到厨房这事儿，这真的是很尖锐啊。其实我有些时候我挺感动的，就是几十年生活上特别简朴。但是世界上特别执着，我觉得就是你们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啊。对了，胡老师，您这是书画好像先于歌声的啊。是，我们特别想看看您家的画室。好，听你的。那是秦观。哦，就是那张吗？秦朝的，哎，长城。来，谢谢。我特喜欢这个，我觉得很有现代的感觉。这个大的色块，蓝色水墨色，然后一轮金色的明月。哇，太棒了！你完全是美术内行。哦，真的。我发现您虽然是，做饭的，发展到回家吃饭，发展到回家吃饭，不是，完全跟当初这个开心词典，它是一个贯穿下来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中华民族的文化的一个大的延续，从高端到现代，从传统到今天，完全离不开食文化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千万不要说我现在就是一煮饭婆啊！胡老师、张老师已经对我进行了肯定了，我也进步了啊！胡老师，这书画也看了，来，看看您家厨房，看一下厨房，挺宽敞。太简单，看出来了，蓝色的橱柜，蓝色的地砖，蓝色的，哎，我说，我要是没老伴儿，我这一个人这顿饭我吃不下去。明白，我去请，我去推他，我去推他。教您两个快手菜，这个葱就打在鸡蛋汁儿里头。
我进去了看，要热锅的油，黄瓜放进来，加了一点点这个芝麻油，嗯，香油，香菇，好了，给您量身定做的辣椒。我想不到的，你想着问点啊，白醋少许，一点点啊，非常少。哇，17岁您就跟胡老师谈恋爱了，哎呀，真美好。我老觉得哈，艺术家夫妻呢，他们会特别浪漫。我在想，你们之间肯定有很多浪漫的事情。浪漫的事有太多了。有最浪漫的事，比如说是他留学期间在蒙古国，我在这边正好就是下新疆了嘛，到阿尔泰地区哈萨克族自治州，隔着一道河，隔着一个山，阿尔泰山，我就用蓝色的纸写了一封诗信，叠了一个纸船，上面加上两朵哈萨克族的玫瑰，我就希望这个船顺着阿尔泰河水流经中国的阿尔泰山，穿过去流到蒙古国，正好他在那个地区。哇，在深入，太浪漫了。张老师，您收到了吗？他不可收到了，那水嘛，那纸不对，我的话嘛。所有给我写的信都是淡蓝色的信封，淡蓝色的信纸。看出来了，蓝色的橱柜，蓝色的地砖，蓝色的。然后您穿的是您最喜爱的蓝色的蒙古袍。哎呦，我觉得最珍贵的是你们的书信都是蓝色的啊。对，他那时候就这样，我没那么细致。那您就感受他的气质就好了。最逗的是从北京寄到乌兰巴托，橘子、广杆儿啊。那一般来说吧，这个爱都是需要互动一下。张老师，您对胡老师做的最浪漫的事儿是啥呀？我就记得我们两个从西康队回来，已经有点苗头了吧？在藏区，他有一阵嗓子学藏族山歌什么的有点疲劳，我那时候买了两个广杆儿。你说的是成都，就是我们队伍啊，回到成都来总结的时候，男女宿舍是分开的，他冒着胆子跑我们给他弄俩广杆放床头，下边他说了。那您知道是张老师送的吗？知道，心有灵犀啊。放完广杆之后呢，我就赶快走了，怕别人看见。该说三道四了。不是广开，赶快走了。这个细节后来我想起来了。他的武艺高强，这梆梆一敲门，人家唰出去了，从窗户出去了。哦，您就从窗户就逃出去了？出去了，这个是小意思。你一问这个，我就想起来，第一印象进入我的脑子的时候是什么呢？在贵阳，也花溪是吧？集中各个队汇报，就在他那个组，其他的女孩汇报也是白褶裙那种裙舞，女姑娘嘛。突然下边一报，张曼如同志汇报独舞，上来打一趟苗拳，这样啪一敬礼下去了。哟，我说这男孩什么男孩？我旁边一个战友，什么男孩？这姑娘，就是后来这位17岁这位，从此您的心就一直砰砰跳。我是一个姑娘，这性格特绝，整个一个男孩。这段我做一点小补充。我觉得您两个从相恋到相识的这个过程啊，充满了一种浪漫又传奇，然后呢又感觉特别的扣人心弦的感觉。别削您两个快手菜，哎呦！回头您跟曼如老师坐一坐，他爱吃辣，我是四川人。哎呦，我得拿本记下来，巧记不如拙写。老艺术家就是这样，随时都在学习。您别太客气了，我就开始了啊！好，特别简单，豆芽，张老师，我知道您爱吃，是不是？我先烧点水。像张老师这样舞蹈家的手吧，我觉得都不能切菜。那可以的啊。手就是来做事的，说的真好，手就是来做事的。我喜欢把这个黄瓜呀切成这个圆片之后呢，给它中间来一下，来一刀，对，这样好嚼。
老师，这豆芽啊，吃不了那么多，我煮一半就，我煮一半就行啊。我煮一半，4000块出来了。就是要放点盐在这个里头，一点点是吗？多一点少一点都没有关系。它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豆芽的瓣儿就会比较绿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豆芽煮出来呢就会比较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炒黄瓜、小葱、鸡蛋了。哦，我有一个新式的做法啊，这是鸡蛋，两个鸡蛋啊。郭老师、张老师，我给您带点这个鲜贝露来。它就是放一点在这个鸡蛋里头哈，它什么作用？它就是很鲜，然后呢又有点颜色，打在里头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把小葱打进去。哦，这个葱就打在这个鸡蛋汁里头，锅烧热。活到老学到老。然后呢，我们还得来点这个油哈。我们的厨房用油是盛州白金优选食用调和油，盛州为国人制好油，今天都拿到胡老师家里来，热锅冷油啊。哦，这鸡蛋呢？我进去了，看看。要热锅的油。热锅的油。我觉得我今天也特别荣幸，给您两位艺术家做个特别简单的饭啊。听着这么温暖，我得认真的记。然后呢，特别简单。黄瓜放进来，张老师，您看我还会颠勺呢。哎呦，真可不是，一点也不会。哎，如果说您喜欢吃的软一点还是脆一点？随便。这随便太难伺候了，你说，你说。牙是好的。哦，牙好，那就吃的脆一点。牙一个都没掉。哇，所以这个跟舞蹈也有关系，这个骨骼一直都很好的哈。哎，这个豆芽好了。盐微量，哎，盐微量，对，您看我这徒弟在记本这方面还及格吧？特别好，稍微脆一点啊，但是呢，要加入一点点这个芝麻油，芝麻油，关火，关火，好，此时关火，此时关火，这个很快吧？这一个菜先搁在这儿啊，迅速的第二个菜就出来了。我把这个直接放在这个锅里，还剩点锅里的油，我就拿这个盆儿啊当这个大的拌碗了。拌点什么呢？我刚才张老师，这是给您量身定做的辣椒。我想不到的你想着问点儿啊。啊，这干辣椒就这么拌啊，味道挺好的。然后呢，我再加一点啥呢？这叫干辣椒拌豆芽菜。对，可以这么叫吗？可以这么叫。然后豆芽菜啊，跟香油特别配。加一点点香油。干辣椒。加一点点鲜贝露。鲜贝露。哎，这鲜贝露看来很起作用啊。很起作用。美食有鲜味，生活更有味。太太的调味品，喊你回家吃饭。我看见您家有一点点白醋哈，放一点点就好了。白醋少许。一点点啊，非常少。放盐了吗？再来点少许。少许嘛，一点点就好了。你这个四川人不吃太咸啊？现在不是讲究健康吗？少吃一点盐。好了，欢迎。哎呦，您尝尝菜。哎，太好了。一好。我放的蛋。很好吃啊。我尝尝。咱俩共同记着点啊，万一我要是没做好的话，应该得大手。我指挥。没放太辣。还行吗？这拌的我尝。很好吃。这个豆芽一定要放点醋。一下就觉得很清爽。这是吃醋大了。少许醋。哦，真的。我一天三餐都得吃醋。那在生活里您爱吃醋吗？桌面上，哎，桌面上吃，那桌面外呢？下边没什么大毛病，没什么大毛病，因为他让我放心。我没说打苗拳出身，另外一个呢，咱们借这机会说几句。我说他呀，应当一直跳不是吗？这文革一结束，我们搞了一个夫妻双双的独唱独舞晚会。
那么想拿这个独唱独舞晚会那去怎么报效各民族母亲的培育之情，在自那以后才认识到电视的传播力量那么大，我们才萌生了搞这个叫做长歌万里情一个大长篇。他呢之所以累成病呢，病得严重的甚至于插管子呢，都是这几个大战役忙的，他就退居二线，自筹资金自组摄制组，始料未及的当了制片人。我这个事儿都很繁重的。对，我当了总导演，从自筹资金自组摄制组拍摄，这样累病了。那当时您看到曼如老师生病了，您着急？那当然着急，着急也没辙呀。我听说您还为啥呢？咱们搞边疆文艺的，内地有很多事儿不懂啊。插了管子，这我以为就焊上了，我就不签那个字啊。后来几个姐妹，京津之间，都来了。来看的时候都得穿着防毒衣服这么看，那叫什么？防军的，就是重症病房了。就重症病房了吗？ICU。对，我不签不行了。人大夫说您再不签，谈与世长辞了，这责任谁负？这我这一身冷汗，咱们的亲戚伺候过自己亲人走的人，就是帮着在附近买庄稼了，买那个寿衣。我一听见这个我急了，我这才哭的。我是怎么这么残酷啊，这个事儿。我以为能治好，那管子后来才明白，不是拔不下来。曼如老师真是了不起，这样活过来了。就是不要你，我们这儿就把我开回来。你们俩这一辈子吵过架吗？很少，争论有过，争论起来还谁也不让谁呢。对，据说现在还有点小矛盾是吧？这个，人家医院再三嘱咐，不可大意。不要大意。是不是曼如老师有些时候还不够重视啊？对，就比较大意。那么看电视时间太长了也不行，也是个问题。但是人不看电视干什么呢？又得操管这个那个，他还要操以前的那些心，事无巨细，全一人管。比如着急，我着急。比如人家建议把脚翘起来，不接受。打破脸，那什么，我得急呀。你得听人家。那您为什么不把脚翘起来？是不好看吗？不是，他就嫌累。这不是刚才咱们还说的吗？那个炎就是使血管收缩的。他说，这我不那么嫌难受。这您不对了，曼如老师。每顿饭在这吃的时候，就得先得辩论一道。我说您都说完了，我再说。我说这样，此后我负责。不懂得我学行不行啊？所以今天我为什么要拿着本？这不是做样子，巧记不如拙写，这是我父亲的教育。您看，少许啊，划分啊等等，就齐了吗？哎呀，那么我照着这个，比如我就可以做。曼如老师，我知道胡老师呢，就是有这么几条：第一，舞蹈家的脚也要翘起来，有利于身体健康啊，要遵医嘱，血倒流啊，让血倒流。哎呦，你看这着急的。第二一个呢，一定要少吃盐，吃淡一点儿。第三一个呢，看电视不能太久，下楼去活动呢，一会儿会儿就上来。您做得到吗？你都说了，我更可以了。那我们就这样啊，定期监督，定期反馈啊。曼如老师，我此刻想起了胡松华老师应该有一个新的名字，叫中国好老公。他有时背着一包从外面窜，就这样蹦，连续的，这叫嘚瑟，让你嘚瑟一回。赶要快吃饭了，这是简单版的，还有升级版的。
耶，出彩！下面该干什么了？人干啥都行。展翅高飞。嗨，对不起，很惭愧。尤其看了你们这个节目，我是一样都不会做，还祝我好老公呢。真的，心心念念想的就是夫人的这个健康。真的，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相信爱情了，但是这就是爱情，相濡以沫几十年，携手走过来。山楂树下到这次接出来，为什么那朋友说弄两个对比的照片搁那儿，双提醒。我到你们家就这一会儿吧，我真的是感受到了什么叫情真意切，相濡以沫，真的。谢谢。二老一定要保重身体啊，我们明年还来啊。会会。明年明年，胡老师啊，您得拿出几个像样的菜。嗯。那么您学菜的同时呢，曼如老师呢，就是吃个蛋，翘起腿，少看电视。嗯。当着人家小妖。您表个态，我做好不好啊？努力。二老一定要保重身体啊！我们明年还来。